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Make 大叔，今天就来到台北的先祖面铺，这是这一间店正面的样子。好，在东区的面摊，那我们就来试试看。好，那据说这家之前就是在东区很有名的无名面摊开的新开的店。啊，所以这个东区价啊，价钱就会稍微高一点。好，那就现在是从路边摊搬到这边是吗？好，那就恭喜有新店铺。谢谢。好，那我就点这样。好，我们请你吃面啦。好，那恭喜老板娘有新店铺了哈。谢谢你哦。那就整个都是移过来的。好，那其实生意不错哦。好，就希望店家加油啊。好，那就感谢店家还记得我，那现在就吃吃看啊。沾上这个店家自制的辣椒酱，肥瘦相间的三层肉，好，这是身上没有剩10块就5块，好，那面是蛮大碗的。拌好，现在就尝尝看。好，很清爽。好，吃起来就是有这个猪油的香气，很棒。那再加点佐料好了。好，那就加上这个乌醋，还有油泼辣子。这样感觉就有点像那个福州干面一样啊，好吃。好，意面吃起来很爽口，就是很纯粹的干拌面。想要变换一下口味的朋友，建议这样讲，加点乌醋，还有这个油泼辣子，它会变得更爽口。赞。好吃啊！吃的相当过瘾啊，赞！好，但这家店的话，从早上7:30就开了，所以可以早上就可以来吃。那店家很亲切，所以就满分了哦，赞哦！但当然价钱上可能是就东区价。好吃。好，因为那个面会烂，所以我先吃啊，然后再回到小菜。肥瘦相间的三层肉。
好，加上店家自制的辣椒酱啊，很美味。这个生辣椒蛮辣的，很过瘾。好赞啊！然后肉质就很扎实，然后海带是那种。没有泡过药水的海带，好，很推荐啊。刚跟老板娘聊了一下，说这个现在从路边摊搬到店面，然后每个月开销变得非常大哦。那就希望店家加油，然后各位朋友旧与新知来多多支持啊。是那样传统风的味道啊，好，酱油膏、麻油，还有这个辣椒啊，好吃。好，食材很实在，那我觉得是满分啊，赞。好，再这个是老板娘推荐的贡丸蛋包汤，她说这个店家招牌汤。哎呦，蛋差点翻出去了，哈哈。蛋还是半熟的状态，很棒。实在美味啊，但是都东区价了啊。好吃，好，最后就是这个地瓜叶啊，我喜欢清清爽爽，然后地瓜叶嫩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吃啊，很嫩。样样好吃美味，然后还是维持了既有的水准啊，赞！这个大地瓜叶真的很嫩啊，我很喜欢，好清爽风，真的很赞。还是那个传统老店的
原始风味哦。那但是白色蛋是比较新颖。好，那每个人都有叫小菜啊，赞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新开的东树泥面摊。好，现在有新的名字叫做先煮面铺，就是当初东区无名面店。然后对面的话就是8292。好，那好吃美味就等各位朋友来品尝，但价钱就稍微贵一点，没办法，因为有店面的嘛。好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好，那就带一点点街景啊，这应该是韩式的啊。好，那就感谢老板娘还记得我，谢谢啊。好，就走到这好了。上次我这个 IG 的部落客朋友说这一家也很好吃，下次会找机会来试试看。好，那总之东区有非常多美味的店家。好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祝各位朋友愉快的一天，拜拜。